先我们要各种口味的果酱装饰在蛋糕上面。然后用第二号的大字形花嘴在裱花托上提示花瓣，以同样的制作方法制作花瓣在裱花托上。然后用一共五片的花瓣组合成一朵花，这用巧克力点缀在花瓣上。然后喷上粉红色的色素，再喷上黄色的色素，先用白色奶油来提示花心，然后再用粉色的果酱来提示花心，接着我们用巧克力色的果酱来点缀它的花心。用绿色奶油在两朵花的空间部分提示上叶子，place a ready-made chocolate cake 放上一个巧克力的生日字牌。Happy birthday on the cake. 这就是黄曲葵花卉蛋糕的制作方法。